来跟大家介绍来日本旅游绝对不要做的十件事。口罩给你，谢谢。记得有感冒症状一定要戴口罩哦。好帅哦！等一下，在日本是不能随便脱发日文的哦。我这100万的案子，你帮我处理一下，不然我这次有点麻烦。你整搭乘交通运输工具的时候呢，请不要讲电话哦。在东京的话呢，手扶梯要站左边哦。なるほど。在日本搭计程车，千万不要自己动手开车门哦。这怕有点不好吃。好吃。在日本是不可以边走边吃的哦。记得遵守先下后上的礼仪哦。吃饱了再泡来真好吃，拿来丢这边吧。贩卖机的旁边垃圾桶只能拿来丢瓶罐哦。什么声？最后一个人，我要吃。哎呦！等一下，在日本用筷子互夹是亲骨的意思。拜拜。拜拜。他没有回头跟我说再见。记得在日本要回头说再见才有礼貌哦，不不。以上就是在日本旅游绝对不要做的十件事。我是陈友宝博，我是阿雅，拜拜。